贵宝弟要来拜师学艺，看到我这身打扮了没有？要来拜什么师，学什么艺呢？我们来欢迎赖老师。Hello， 赖老师。Hello， 你好。请到这位赖一凡老师呢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我听说贵州过去其实是没有舞龙舞狮的，而你又是来自哪里？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宜兰。从宜兰呢，把这个舞龙舞狮的文化带来到贵州这边，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吧？因为我老婆就是贵州人，而我就是贵州女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刚刚讲到今天要来拜师了吗？师傅，请传授我秘诀吧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，然后在大陆这边像最常见的一个广东的狮头造型上面的话呢，其实我们的广东狮比较受大家的喜爱，所以在传说这上面，小时候其实我也是看到它可爱而我来学习的。哦，我刚刚其实有抢先偷看了一下，哎，这眼睛会眨，嘴巴会动，哇，特别的活泼，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机关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一个鬼斧神工。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道具，一个小小灵动感，就会导致那个生动的一个表演方式。那其实广东狮像我台湾狮是没办法眨眼睛的嘛，那广东狮它可以眨眼睛，那它眼睛的一些机关呢，它是其实就是靠这个上面有一个滑轴。哦，一二啊，它可以就是它可以单眼 wink 吗？可以，它可以单眼 wink， 除非你把这条线给剪断了。哦，你就分开操纵的话，对，分开也是有人这样子控制，可是基本上是没有人这样子。哦，通常还是双眼一起眨，对，双眼一起眨。一般想说要这样，人家会以为这个狮子是不是眼睛有点问题？那狮子的嘴巴的话，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演出当中，它说一个开合开合，所以这个就跟我们醒狮的一个拿法是有关系的。嗯，你要不要体验一下？我体验一下，好。OK， 好，来，来直接进来吗？来，直接进来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肩膀像飞机一样，像那个母鸡。母鸡？对。这样子先啊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对，就这样先把它靠上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然后靠着，然后呢？我手要在哪？双手呢，先轻轻的先扶着狮的嘴巴，对，哦，你是不是感觉很轻松？我会了，对，我会了。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只能舞低狮，不能舞高狮？哦，对吧？狮子不能高举，你现在只能低着，把我们左手移到这根杆子上，然后一样像母鸡一样，这样弓着，这是这样子就可以举了。但是你举的同时呢，狮子这样张开嘴其实是不好看的，因为我们要享受，所以我们都会把狮子嘴也闭起来，展狮威，举起来，然后左、右、左、右，左边看，右边看，左边看，右边看，左，那配合我们的弓架，我们的马步，左、右、左、右。手都在抖了，刚刚那个狮头真的太重了，有没有轻一点的可以换过来呢？想学功夫还想学偷懒，来开始。对，啊对，可以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一般。如果以新手来说的话，师傅觉得你的学习的精神，我给100分。然后当然那个马步呢，我也给你一个100分。然后再这有点放水啊。没有啊，其实我说真的，其实舞狮子其实人人都可以学，它真的是一个运动。然后其实舞狮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困难。再来是接受我们专业的指导，去怎么教你去用对的方式保护你们，在这个运动当中不要受到伤害，这才是我们。存在的价值跟意义。来，第二关我们直接当狮尾，直接上。哇，好，直接劈着吗？好嘞，好，开始。哇，这样可以吗？跟得上我的脚步吗？哇，不知道有没有跟上啊？我在前面呢，我都没有喊累，你喊我有没有变？我有没有害你的狮子变骆驼啊？那这样可以的，好好停，好。哎呀，怎么感觉好像？这样子也不行，太夸张了。因为头转向，而且我最后一下踩到这个，他没办法单靠一个人去完成啊，一定是一个团队默契嘛。你们通常一个默契培养起来要花多少时间？如果你说基本的组件的话，我最少说狮头狮尾至少一年。一年才能够培养出来足够的默契。现在换来当头。我来当头是不是？刚练习过应该是没问题吧？师傅有教你那个高狮动作。
好，把你高斯给舞好哈。好的。OK， 那我直接就来第三关喽。好。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哎。来，我数一二三哦。来，一二三，跳。你要跳啊？怎么不跳呢？你现在不跳，我怎么那个？好，第三关，再次跟刚刚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哈。来，一二，没有，先站着，先站着。来，一样哈，来，一二三，跳。哇、哦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苗条哦！天哪，哇、哦，就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抓不动的。这样刚刚快抓不动我了吗？哦，我刚刚客气点哦，好好讲话哦，这只袋子还要摸的哦。其实还是可以啦，对啊，只是这个可能就是我太久没有锻炼的，跟你没关系，对，跟你没关系，师傅的错。哦，那我这边蛮好奇的，就是说，既然贵州过去是从来没有舞龙舞狮，就没有见过，然后你从无到有去算是开拓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在地就是贵州当地的人，他们接受度怎么样？2021年的时候的七月份，我们在的这里的广场公开的一个义演，然后我们就是上去表演，然后下面其实是有妈妈们在跳广场舞的。对，他们在跳他们广场舞，而我在上面舞我们是打我们的鼓。其实大家的目标都被吸过来，连广场舞的大妈也默默的，哎，从我讲这样慢慢的移动脚步到我们的跟前这样子。哦，应该配着舞龙舞狮跳，节奏不太一样。不过呢，他每次觉得很嗨。哎，我现在目标啊，现在有我们当地的学生嘛，在周末的时候他们都会来跟着我学习，然后在暑假的时候，就是刚好可以带他们出去外面赚钱。所以在这边就是说，大家慢慢就是说接受舞龙舞狮，那开始这样子的表演频率开始增高嘛。过瘦啊，老年人啊，他们就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今天我爸爸生日的，我奶奶生日的，然后我想要祝贺他们，然后哎，刚好有四对，就起来帮我过瘦，那也是一种寓意嘛。特别好，就是热闹热闹一下啦。那也祝福你啦，就是接下来可以把来自台湾宜兰的舞龙舞狮更加的发扬光大，把童心魂持续的散播出去啦。谢谢。拍你的时候，这个节拍没到，感觉到节拍，然后再蹲起来，这样子哦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引体向上，直接等一下蹲起来就往上跳，就是在往上举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！你哇哦，踢到了！哇，我难怪听到一个铁的声音呢，锵！超痛！你跳的时候呢，不可以就往后勾啊，超痛！哇，天哪！真的，哇！我都没有觉得我脚勾起来耶，我有花絮。哇，天哪！哎。那个你们看过成龙的电影，片尾都会有那个 NG， 有没有特技 NG？ 就这个，你以为这个什么花絮是假的？真的很帅。不是很帅吗？这次他是有一点点军事风格。它不是只是装饰好看而已，它的实用性在哪？就是它上面那个一小环一小环一小环，你可以像我们外出如果要采访的话，哎，挂个笔啊。或者是说呢，你有什么耳机线可以缠绕在上面？有时候你自己的包包那个背带哦，有些背起来其实不那么友善，背久了肩膀会痛，你就换成这一款背带，真的是背多久都不用怕。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，极致减压，久背不累，快点购推荐给您，输入推荐码 CTI 567，享更多折扣哦。